让漫画更精彩。熊熊动漫解说。巨大的爆炸声吸引而来的居民被鬼杀队及时拦在了安全距离之外，然而却有一只猫趁队员不备溜进了作战现场。此时与无惨激战的柱们已陷入极端被动的局面。你傻站着发什么呆？再发呆我就杀了你。强悍的攻击，超远的范围，血液中的剧毒，再加上触手上巨大的吸力，想拖到日出已希望渺茫。他们甚至撑不过五分钟。就在这极度危急的时刻，刚才那只猫赶到了现场。药剂瞬时生效，严重危及在场众人生命的剧毒已大大缓解。无惨马上就明白这又是诸事的杰作，忍无可忍的他勃然大怒，发动了迄今为止威力最大的范围攻击。在躲避攻击的瞬间，一黑想到了很多，到底怎么样才能给无惨造成更加有效的伤害呢？石头到底是怎么做到把刀刃变红的？等等，当时他所能做的应该只有紧握刀柄一件事，难道逼至生死之境的握力才是触发条件吗？那我就来试试吧。